咖啡，我们来华阳每次都是要喝冰咖啡，今天不吃东西，晚上有好料吃。菠萝包，两片鱼油，菠萝包。第一次吃菠萝包，好不好吃？等一下揭晓。好吃吗？干一点就比较甜点的可以啊。哇，这够苦哎，这厉害。厉害。这够。可以啊。等你来吃啊，你看是不是当下的了。整理吃啊，我手刚刚还是推到了折到了折到了，我因为还有点力
管丢。吃的虾很新鲜，超大力的猪肉。虾的话，雕起比较好看。Thank you.